好，同学们大家好啊。上节课我们跟大家讲了骨伤科的治疗的一种方法啊，讲到了内治法啊，药物治疗，还有呢手法。那么今天我们来讲固定，那么同学们回去要复习过了啊。那么我想提个问题，复习一下上次讲的课的内容啊。我们讲到内治十法，有哪内治十法啊？这个治疗的方法讲看啊，教个同学讲讲啊。那这个同学能讲讲看啊？哎呀，啊，前期是有攻下逐瘀法，攻下逐瘀法，行气消瘀法，行气消瘀法，凉血，清热凉血法，清热凉血法，补气摄血法，不是补气摄血法，啊。再看看上面，看看，哎呀，那中期是合阴止痛法，合阴止痛法啊，接骨续筋法，接骨续筋法，到了后期，后期是补气养血法，补气养血，哎，补益肝肾法，补益肝肾，补养脾胃，补养脾胃。还有最后个文经陀罗啊，很讲得很好，坐下啊。哎，这个十法啊，十法，那我们十法一定要早期、中期、晚期三期辨证论治啊，要三期辨证论治。你早期用补养的方法不对的啊，早期用活血破的方法，中期用合营通络的方法，通的方法啊，合的方法，到了后期呢用补的方法。好，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固定啊，讲固定。那么固定呢，是为了维护它的良好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很辛苦的复位，复位不好，我固定不可靠，它要移位。啊，固定嘛，所以固定呢是很重要的一块，一个块件。那当然分为两大类啊，有分为内固定和外固定啊。内固定问，那么外固定呢有很多的材料，比如我们夹板啊、石膏啊、轻盈啊，甚至以及外固定器啊，都属于外固定的一种方法。好，我们令道人讲的啊，唐代令道人是吸收李双旭的秘方讲的治疗的啊。我们骨折要复位，复位要固定，固定要功能锻炼啊，功能要功能锻炼。那么重要性已经讲了，固定的确切可靠是我们这个手法复位的维持它的一个良好的结果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啊，保证。那么固定呢，我们把它分为这么几个，我们一个个跟大家讨论啊，一个一个跟大家讨论。那么夹板固定啊，夹板固定，近代各红周后旧处方人民已经逐片治疗固定骨折啊。唐代令道人用仙术理双许的秘方，用三苏皮治疗骨折啊，固定骨折。那么材料很多啊，因为我们要因地制宜啊，它必须具备四个特性，要记牢了啊。第一，可塑性；第二，韧性；第三，要一定的弹性；第四呢，很重要，我们要复查 X 光片子 ，X 线能够穿透。你这个夹板放在那里穿不过去，到底复位好不好不知道，一定要能够穿透啊。那么常用的材料有，除了这个三苏皮、铝木板以外，竹片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木板也可以，三个板也可以啊，厚纸板也可以，胶合板等等一系列的材料要因地制宜啊，因地制宜啊。那么我们夹板的制作的原则，三个原则啊，我们夹板治疗骨折的它的作用机制三个原则。第一，发带，夹板一定的外部作用力，我们一个夹板外面绳子捆着的，这个捆着的力量一起协同作用啊。如果你肌肉收缩啊，肌肉收缩，比如说我在动，肌肉出起来，它一个皱紧就搭起来，搭起来这个扎带头有一个反作用力啊，一个反作用力在动力。第三呢，我们位置也很要紧，放的位置很要紧，这个位置一定要跟损伤的反方向，比如说这个前臂悬前的，我要放在悬后位；如果损伤的移位的悬后的，我要放在悬前位，或者我放在如果没有旋转的，我放在中立位。好，夹板固定的作用机制有三条，这个同学要掌握的。第一，扎带夹板加一点的外部作用力，这个是最主要的。第二，它本身的内在的肌肉收缩的一个反作用力
内在动念。第三，双肢放置的位置与胃方向相反的位置，三个结合才是取得良好的脚板固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那么适应很多的疾病，最常见的闭合性四肢骨折，当然有一些开放性的骨折，创面很小，缝一针两针之后，外面纱布一盖，它也可以用脚板固定。当然，如果创口很大就不适合啊。那么有的成球性骨折，通过四肢用手法复位，它比这个新鲜的那早期的啊，不是要很能够，比如说这个骨折它有一定成角，通过我们手法折了是折了，也可以用这个脚板固定啊。那么禁忌症很多啊，较严重的开放性骨折。整复后难以固定的骨折，比如关节内的骨折啊，也就是严重肿胀的有张力性水泡的这种骨折，我们也不能用的，一用这更肿了，水泡更大，你怎么换药呢？无法换药。有血管损伤的啊，动静脉损伤、血循不好的，我们也不用脚板啊，这是禁忌症。那么方法，我们方法啊，我们复位前呢要把这个材料准备好，长短粗细根据人体的人体的肢体的长短，我们分上。现在我们市场里买的脚板，它可以分为，它个套子套好的，分大人、成人啊，大、中、小三号，你选择一号。儿童的有大、中、小，你选择合适的啊。那么脚板呢，有时候我们脚板三叔皮是自己做的，我们外面市场里买来的这种一套套的脚板呢，它是里面一个木板。木板里面跟内衬，然后外面木套套了，这么四块脚板，一板四块啊。那么折垫呢，我们四到五根折垫啊，加一垫自己可以做固定垫啊。先材料准备好，材料准备好之后我们再复位。那么有时候用五块，就是小腿的筋腓骨，就是前面这块啦，由于小腿前面的筋骨节是三角形的，这前面这个块呢我劈成两块，那么变成五块了。那么脚板跟脚板之间呢，要留出一个间隙，一到两厘米间隙，不要两块脚板碰完的，你怎么固定呢？压力没有了啊。好，这个是材料准备啊。那么脚板呢分为两种，一种叫超拐脚固定，一种是不超拐脚。超拐脚固定主要用于关节附近的骨折，不超拐脚固定属于中端的骨折啊。一般如果超关节，一般超一个关节，不像石膏超两个关节。那么还要加一点啊，加一点固定点啊，固定的位置放了好不好啊？有很重要，有一块加一点，有两块加一点，有三块加一点，各种方法啊，各种方法啊。那么这个加一点啊，就是加一点放置的位置不一样啊，一块、两块、三块的加一点。放的位置不一样，它对我们的固定的疗效也是不一样的啊，疗效不一样的。那么第三呢，我们袋子折袋，外面有个折袋，折袋呢是这个一说的来源，松紧要合适，这个很要紧啊，松紧合适，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太松了固定力量不够松掉了移位了，太紧了血液循环不好，甚至造成了一个肿胀明显，甚至坏死叶疮全部出来了啊。那么这个固定之后呢，会造成前边缺血循环使叶疮出来啊。所以松紧失宁，什么最好上下移动一厘米啊，上下移动一厘米大概是拉力大概80-800克左右，这个拉力最好。当然不是说今天这个刚好，明天可能肿胀起来，我们要调整，过个一个礼拜肿胀消退，我们要把它扎紧，要每天调节啊，每天调节啊。那么一般的折带呢，宽度呢1-2厘米，白颜色的扁带，外面有的买的你这么一排，你我剪一段啊。那么绕这个脚板呢两圈，我说三圈，都是两圈，一圈不够，两圈。为什么？它这个是有标准的啊。这个我们天津医院中西结合治疗四肢骨折，通过力学的方法测定，这个是最好。一般我们要几根呢？3-4根，这个不够的啊，3-4根。好，那么注意啊，脚板弄好之后，我们要注意啊，注意是不是肿胀啊？我们抬高患肢，
啊，如果是前臂的，我们骨折那里甚至吊起来，小腿骨折了，小腿骨折我们抬起来，啊，抬高换直，啊，骨头部位要放软垫，防止一擦，经常要调节松紧度，注意它的血液循环、腹温、体温、颜色、感觉、肿胀程度。如果肿得很厉害，我们还要适当的放松，还要定期 X 光拍片。到底效果好不好？有没有移位？定期复查，如果移位，我们及时处理；如果位置好，持续保持这个位置。啊，要知道病人功能断裂啊，等长手术功能断裂。好，这个脊背，除了脊背以外，我们临床上面还有很多的，有什么？比如说粉碎性的骨折，有创面的，我们脊背不能用。那么我们用什么？用石膏固定。石膏的成分呢？天然结晶的石膏呢是硫酸钙。两个结晶水，通过断的方法啊，跑掉一个水，变成一个结晶水。好，我们市场上买来的就是脱水的硫酸钙，做成一定的绑，一定的形状，叫做石膏绷带。这个石膏绷带呢，它外面塑料纸包牢，不能受潮了。我们就是利用一个原理，受潮一些水，它就是结晶的，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啊。院长，那这个是我们在做的啊，我照片拍来的啊，这个是石膏棒的塑料纸包好的，有窄的有宽的啊，这个塑料纸去掉之后，这个石膏棒带，这个是棉纸，这个是绷带，石膏固定必须要这个三样东西啊，三样东西啊，石膏、棉纸、绷带啊。那么除了这个石膏以外呢，传统石膏以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呢高分子聚乙烯的塑料的，哎，这个这一块呢叫石膏脊板，放上去，啊，塑形塑好，加上去一块，可以一块，可以两块，啊，叫石膏套，啊，就是石膏脊板。那这个呢，封闭式的呢，我们叫管型石膏，啊，管型石膏全封闭的，这个固定时间更长，稳定了。这病人肿胀消退了，比如做手术以后，矫形手术以后，它已经稳定了，我固定时间要很长，那么我们用管型石膏。如果早期的时候我们用石膏脊板啊，石膏有分为这个两个，那么石膏做石膏托，石膏托多少呢？上肢我们一般12寸，下肢18寸，如果肢体更粗的，我20寸、22寸都可以啊，要根据病人的肢体的粗细，上肢要薄一点，下肢要粗一点，就是要有足够的劳动啊，足够的厚度。那么石膏浸在水里面，我的硬结很快的，比如我们现在夏天它硬结速度很快，5分钟就硬掉了，有的冬天它1个小时不会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调节这个石膏硬结速度的快慢呢？我们调节水温，水温越高，一般我们30到40度，那么它硬得越快，水温越低，比如说冬天水温只有5度了，它这个石膏不太硬得起来，那个时候我们要加热水啊，用个脸盆里面温水打上去，那进行这个马上会有一些。还有呢，水分挤得越干，干得越快；水分挤得越不干，它硬结速度又慢。所以根据这个水温跟挤干的程度来决定这个石膏的固定的速度的快慢。啊，那么石膏里面呢，我们不石膏不能直接贴在皮肤上面，它对皮肤有刺激作用。那么我们有叫做有寸石膏和无寸石膏啊。所谓的有寸石膏呢，就是有棉质啊、棉垫、棉花，这个垫呢比较厚一点的，我们对它这个骨头部位更压迫的更轻。而无寸石膏呢，只在骨头部位放一点薄薄的棉花啊，就可以了。那么很多新型的石膏固定的材料，比如说这个塑料的材料啊，那。哎，就把它可以卷上去，这种呢可以遇水，它不会融化，啊，遇水不会融化的。有的广告上面呢，戴石膏照样好游泳，那这个当然水还是要进去，在进去呢不太容易出来了。那么各种的颜色的高分子的石膏在临床上广泛使用，啊，它比较的特点比较轻牢，啊，轻牢，啊，那么这个是固定啊，有脊板的，有石膏的。还有呢，固定的牵引也是一个固定的方法。牵引有两种方法，有两种作用，一种是固定作用，还有一个是复位作用。
比如短缩大腿骨折了之后我缝不出来了，我就是用骨切，切切切切，它疲劳了它就切出来了。好，切出来维持在这个位置，它就是有固定作用。啊，牵引通过一定的重量牵引啊，那么牵引我们古代书上面都讲的啊，啊，悬吊复位法啊，这种啊，这种丝头带牵引法啊等等。那么牵引作用有两个作用，一个复位作用，一个固定作用啊。牵引的用具有很多，牵引的床，我们骨科病房里都是牵引床，它有各种滑轮牵引床啊，还有牵引支架，我们肩部的骨折头位，我们外转支架，哎，外转支架，外转支架，这就叫支架。还有呢，这种布朗支架啊，布朗支架，这种布朗支架，各种各样布朗支架，托马支架。病房里专门一个，我们有一个设备房，里面你要用什么去拿出来支架，小腿搁在上面，布朗支架。好，这是牵引的用具啊。牵引的分类，我们要把它分为三类，一类叫做皮肤牵引，叫皮牵引；第二类呢是骨牵引；第三类呢骨头牵引。皮牵引呢简单，通过橡皮膏在粘合作用，对皮肤、肌肉以及对骨骼的牵引作用，它的力量小一点啊。有的病人还会皮肤过敏了。那么骨牵引呢力量更大，但是骨牵引呢必须要什么，要固定打在骨头上面做牵引啊。那么骨头牵引更简单，骨头牵引就是我们骨盆骨折骨盆兜牵引，骨头包括丝头带，颈椎丝头带牵引就是骨头牵引的一种啊，骨头牵引一种啊。那么皮肤牵引呢，这个简单方法现在就改良了啊，我们用一个胶带式捏牢，它也牵引，但这个牵引力量相对小一点啊，至少是维持它，不要再短缩啊。这是皮牵引啊，皮牵引呢，小孩子的皮牵引啊，这个小孩子一岁以内骨骼盖骨折了啊。好，我们把两只脚都吊起，这个大人不能这样吊啊，这是小孩子皮牵引啊，小孩子骨骼盖牵引。皮牵引呢要注意他的孩子很多禁忌症，皮肤过敏的，脚部过敏的，有皮炎的，血液循环有障碍的，严重错位通过牵引的不能矫正这种体型的，我们还是不要做皮牵引。那么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要做骨牵引。这个书上面有个图的啊，皮肤牵引的是一种，我们试教的时候我们每个同学都要会做皮牵引，最啊经典的皮牵引要会做啊。好，那么皮牵引力量不够啊，刚才讲的，或者皮肤条件不好的，皮肤要过敏的怎么办？我们用骨牵引，骨牵引。那么骨牵引呢，它是利用钢针、骨圆针，通过牵引钳的作用，哎，直接作用到骨骼，所以它的牵引的力量更大，时间更长，啊，效果更好。它的缺点呢，就是容易呢穿针处容易引起感染，这或者我们在穿的时候不小心呢把这个重要的血管神经损伤啊，小孩子呢可能把骨后损伤，这个都要引起注意的啊。那么骨牵引呢，主要用于严重的骨骼损伤啊。那么骨牵引利用范围更大，成人的肌肉力量比较强大的骨骼部位，不稳定的骨折或者开放性骨折没办法，不能做手术的时候，我们用牵引先牵起来，使它稳定。有的病人是复合损伤的，我们先做牵引，以后再决定是不是手术啊等等。总而言之啊，骨牵引的适应范围要比牵引更广，但是它一般要在医院里进行的啊，当然有禁忌的啊。你牵引的地方有炎症的啊，你开放性骨折的污染的，你这一牵打进去，本来在污染的地方，在皮肤外面两组织全部的，现在你把一穿到骨骼里面去的，比如骨髓也出来了啊。病人这个地方很多骨质疏松的，你一打筋骨结节一打都把它拉掉了啊，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很厉害，你一打碎掉了啊。局部地方要做皮要切开，下次我们做手术的切开的复位的，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感染的一种隐患在那里啊。那么骨牵引前面我们要准备牵引包啊，我们牵引包要无菌操作，要消毒好，必须无菌操作啊，帽子口罩戴好，
手巾手套戴好，在病房里可以做的啊，病房做的，那么要全部用麻药，然后很多的工具消毒，皮底消毒好，一定要无菌操作，锤子的把它打进去啊。那这是很多的牵引的弓啊，这个筋骨结节的牵引弓，这个颅骨牵引啊，这种很多牵引，这个最简单的啊，骨骼科上骨牵引的价值，这是最简单的牵引价值啊。那么颅骨牵引呢，我们现在呢颈椎骨折脱位呢，现在用的相对少了，现在我们做颈椎做手术了，在没做手术前我们还是颅骨牵引，比如说颈椎骨折脱位，我们先通过颅骨牵引使到它脱位方位放好，然后我们再做手术，更加方便，更加疗效好啊。那么牵引的重量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差，有个标准的啊，有个标准的啊，这是颅骨牵引啊，颅骨牵引啊。那么还有侧骨牵引，侧骨硬椎牵引在这里，侧骨硬椎相对简单一点啊。侧骨硬椎牵引呢，要注意打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桡神经，这个侧神经的损伤，侧神经，因为侧神经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打的时候要从内向外打，否则从外向打的打到侧神经上面去啊。这个侧骨硬椎啊，那这个侧骨硬椎的方法，这是一个神经了啊，这个神经。顶近点要在这个地方啊。还有一种发明呢，所谓一个呢要补进去也很轻啊，也是一种方法啊。那么还有骨骼科上我们用了很多啊，骨盆上骨轻，那骨盆骨折髋关节脱位的，那么这种呢我们可以做骨骼科上骨轻啊，那骨骼科上成型，那么牵引的架子装好啊，牵引的有力量啊，这个牵引力量比较大的啊。还有筋骨结节骨轻，筋骨结节骨轻股骨盖骨折啊，髁上骨折的啊，牵引的7到8公斤左右，这个骨骨筋骨结节骨轻啊，这个筋骨结节的架子。还有根骨轻啊，根骨也可以牵引的，打在根骨上面啊，那么它是用的筋椎骨骨折，不稳定的筋椎骨骨折，骨轻跟骨骨轻加我们脚板也是一种方法啊，也是一种方法。那跟骨轻打在这个位置啊，跟骨轻好，上次刚才骨轻，那么这个第三布特轻啊，布特轻呢常用的呢，那四头带轻，颈椎病啊，倾斜它也是神经根型的，神经手麻痛骨头轻，骨盆轻啊，骨盆牵引的牵引，还有我们骨盆牵引腰椎间盘都是保守的，这个骨盆这里牵引，我们后面有图到骨盆牵引把它牵引出来，那这个颈椎四头带牵，颈椎间盘都是啊，无脊椎的无瘫痪的这个颈椎的骨折脱位啊，这个我们门诊的这个病人啊在牵引，哎，牵引有效果，他说啊，那么这个我们病房里的牵引机器啊，牵引机通过机械的活动，我们可以把它。哎，牵引到这个是颈椎四头带牵引，里面这个病人嘛，在什么，在骨盆牵引啊，那么那这个骨盆牵引，骨盆骨折，我们可以用骨盆牵引的啊，骨盆牵引。那么骨盆牵引呢，是用于呢腰椎小关节纹呢，腰椎间盘的神经根受压的105到15公斤，根据体质不一样啊，这个骨盆牵引啊。上面用绑牢，胸口绑牢，下面骨盆把它牵引，对抗牵引，这地方可以用病人自己能控制牵引的速度、力量、重量，他可以通过自己手控啊。好，牵引就这样的啊，牵引皮牵引骨头牵引这种骨牵引啊。好，外骨骑架的历史很多啊，外骨骑架历史很多，我们简单讲讲啊，可以适用很多的皮肤的开放性损伤，比如说个小腿开放性损伤了，我钢板无法打，石膏也无法弄，那么我的装个外骨骑架，然后换药也方便啊，外骨骑啊，那很多外骨骑，比如说这个就是骨骼，这里骨折了，我外骨骑打在这里啊，这个是一种外骨骑，可以上下延长啊，上下延长可以不断的调节。啊，那手上桡骨远端骨折了，哎，这个要短缩啊，我们复位好之后，有把它刻字针固定好，外面放个外骨骑架，使它不短缩。好，等它长牢了，外骨骑架拆掉就可以。
外国人支架呢，他就是一次手术就过了，啊，外国人支架他一次就手术过了。那么外国人支架呢，固定呢主要用于什么？进气管，啊，还可以用什么呢？还可以用于肢体延长。我们各自矮啊，它把延长，或者我们外伤以后啦，这个肢体啦，这个短缩起型，哎，我们把它截断之后，每天呢把它这个外固定加了，这个地方可以是延伸的，这里可以调控的，一滴滴滴的延了之后呢，它们就会慢慢长，弄个两个厘米没问题，通过一年的时间把它长过来。当然要一点点，要旁边还有很多的血管神经，你一下子延长嘛，这个神经血管损伤了啊。总而言之呢，我们固定分为内固定、外固定。这么这个外固定加呢，方便呢，就是说，哎，在可以在全麻下也可以做啊。固定加重化之后呢，起固定作用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学习一下啊。